就是那种很慵懒的感觉，那种落肩的雪纺面料，这超凉感的，这件我自己也很爱耶，因为我觉得出去玩我这种都必备的，尤其是我怕热。这雪纺啊，这不是吧？啊，这有点像棉麻。对啊，雪纺吧，他们都说雪纺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就是有点雪纺棉麻，好不好？就是差不多这样子，都是夏天的面料，不用担心它不是棉的。随性把它糊弄过就对了。不是因为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 OK 耶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去年夏天有出一种。好像是白色、黑色之类，反正也是卖很好。那今年这个卡色我觉得很漂亮哦，就很气质。那袖长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其实都有防晒，然后面料是很柔软，很柔软，然后你可以折起来。它当然也是有扣子付给你的，就是手袖有扣子，好吧？如果你今天不折的话是可以扣起来的，然后折起来也很好看。好，然后长度可以看一下我穿的长度，它是前短后长。这个长度我也很喜欢，因为穿长裤嘛，我就盖住屁股，可以。好，这件我觉得是必拿的哦。好，谢谢。很美，这个搭牛仔长裤也好看，卡色的。有没有人加这个啊？这个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看。有。这可可自己私心超爱的一款。所以到底是雪纺还是棉麻？有人问。我被发现了。棉麻，雪纺棉麻，我喜欢棉麻。我觉得是比较棉麻。我觉得是棉麻，对啊，个人觉得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很凉感，这种都是做棉麻。来，给你近看一下那位小姐 ，Amber。Amber， 你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？Amber， 你先不要喊，你可以来现场看。Amber 会来现场的、啊。Amber 先买啊，不然我怕没货。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看。其实很多穿法，然后可以绑起来、哦、然后它整个都有扣子的，好不好？就是这种就不用多说了吧，多穿的你们都知道，你只要看到版型好看，颜色喜欢就把它带回家，因为这个都穿得到，搭长裤短裤配盘裤也很好看。好，我要换黑色了。好，换阿轩。好，墨镜是不可或缺的，墨镜我觉得也很美。我要脱了，脱吧。然后黑的有海鸥吗？有海鸥，是海鸥。黑色是这样子。好，阿凤现在吐我了。好，来这个黑色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这样。看，然后它就是这样一套给你的，你就穿一个短裤，我觉得很简单出门。然后我觉得它的背心设计就是 V 领，大家可以驾驭的。然后细肩带，袋子不能调，好吧？因为这个适合里面就是穿，一定要搭小可爱。对，就是穿美美的那种小可爱，然后侧边就会很透气啊，很整个很凉感。好吧，所以夏天不要怕说会太露，有小可爱的话就是无敌的，没错。然后你就搭了它的这个黑色这个面料，黑色也好看，看大家喜欢什么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两个色都很好看。这个就基本啊，诗轩在吗？诗轩也很喜欢这种黑色，诗轩好像不在，然后绑起来也可以，超凉感，面料舒服的，不用担心，配个宽裤也好看，利落的宽裤。哎，我们的裤子都没有什么裤子，都拿一样的。罩衫有扣子吗？哦，有扣子哦，可以扣起来，可以扣起来。有吗？有扣子少，很百搭、哦。我跟你讲，真的百搭，超百搭。OK。短裤绑起来好看，还没讲完。好。穿宽裤，你就把那个背心塞进去，然后这个就是外罩这样子一套，好不好？黑色跟卡色的。两个色可以扣起来，扣起来就是这样子，穿起来就这样也很好看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整个扣起来的话，然后今天穿个短裤这样若隐若现也 OK， 没错，就是它是多穿的，好，而且还可以分开搭，也都穿得很好看。对，编号17哦，好不好？黑跟卡。